希望我哋尽我哋能力，令到市民有对我哋警队嘅信心，去到令到所有嘅市民同我哋警队一齐去到维护我哋香港最后一条防线。因为大家互相扶持嘅环境底下，有市民嘅协助，佢哋守法，其实我觉得呢三万几个警察系绝对有能力可以守护到我哋香港七百几万嘅安全、宁静同埋繁荣。我会见到现场的示威者，其实我希望他们真的清醒，我说是破坏我们香港的公民秩序法律的示威者，希望他们能够清醒他们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躲在一个面罩底下，就好像以为所有人是认不到他，见不到他，但我希望他们能够反思，是不是真的见你不到，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将他绳之于法。我作为一个警察，我不认同，我希望他们能够剥开他们的面具，真真正正用你的真面目来到示人。都希望我们的香港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安全的环境给我们的小朋友、老人家，希望他们将来亦都有这样的感觉，带领我们的香港去到作为一个安全的社会，是我作为警察最大的心愿。这个也都希望包括我的小朋友都好，他们能够长大成人之后爱国爱港，这个是他们应该要做，作为中国人亦都必须要做的一份责任。很多很多的内地同胞去支持我们，亦都在不同的画面、文字、网页上面、报道上面，亦都我充分感受到内地同胞对我的支持，包括一些支持我们警察的市民开的餐厅，我亦都看过他们的留言，他们亦都是我们十几的同胞来了，你告诉我你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就来帮衬你。其实亦都是对香港警察、对香港支持警察的市民一份鼓励，是我是完全全感受得到那个涌埋来的那个感觉。我们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希望国家繁荣稳定下去，我希望尽我们的能力，自己的一分能力去到爱我们的香港，从而爱我们的祖国，向世界展示我们香港和祖国是不可分割，亦都是祖国的强大，展示给我们全世界的人看，香港是有能力维持一切的社会稳定。